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解读老哥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个 Unstartable Domains， 还有一个就是 Trust Wallet， 这两个都是非常有名的网站和应用啊。然后今天我们要讲什么？今天就是我们要讲一下你怎么得到你免费的一个达 Wallet 的钱包啊，就是地址。这个的话可以免费得到的，而且你呢，你如果想无限的免费得也是可以的，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点嘛，就是要付出很多的工作，好吧？这个 Unstartable Domain 上面它那个，就是说它的那个网那个地址啊，就是说跟什么 ENS 啊那些会不一样 ，ENS 有 ETH， 这上面是没有的，大家可以看见有什么打 Crypto 打 NFT 啊。打 X 打 Wallet 打 Bitcoin 这些东西啊，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么弄。首先呢，你要下载一个这个的应用，对吧？你下载完以后，然后就跟着做就可以了，其实挺简单的，几分钟就搞定了。好，首先的话就是在你的 APP 里面，你去把它的网址输进去，当然这个链接我也是会放在底下的啊。然后你是要连接你的推特的，推特的话你自己看一下要弄哪一种号哪个名字，这个是对你的铸造这个货名的话有影响的哈。然后常规的那个推特的授权，这个不是授权给他干嘛，就是他看一下你的资料审核以后呢，大家可以看见你的那个货名的网址就会在这边了哈，然后你就直接点这个铸造就可以了。这边呢，你只可以更新那个货名，可以更新一下名字。你点击完以后呢，就是它是马蹄链的嘛，然后你要选择这个 Trust Wallet， 有可能其他的 APP 也是可以的，你可以试一下，或者小狐狸，我这个视频我们就没有试，但是你可以试一下，应该是不行，但是买试一下也行嘛。还有就是我连接的时候，它就会出现这种状况，一直在这里转，转了很久。就是说你这个解决方法呢，就是刷新一下，把你的 APP 退出去，然后再进来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重新进来以后就点我们的那个货名，货名点完以后点 Free Mint， 点击 Trust Wallet 就会连接了，你再 Confirm 一下，就是确认一下，基本上就行了吧。再点一下那个地址，然后下面的步骤就很简单的就跟着走，就基本上你这个铸造就成功了。然后你可以直接回到你的 APP 里面去看你的地址，回到 APP 点这个 NFTs， 然后它就会跑出来，大家可以看没？然后这边的话，所有的信息都在这边嘛。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更改里面的很多的信息，这个就跟常规的货名一样，你进去完以后，它里面有很多，比如说这个货名的身份啊，所有的信息你想填的话，你都可以填进去，像邮管地址啊，各种各样的嘛，对吧？这里面的话你可以设定很多东西，比如说你自己的所有的信息都可以放进去吧，油管啊，推特地址啊，各种各样的。好，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边，恭喜你得到一个自己免费的货名。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别忘记给我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